西和老公陈晓带着宝贝儿子小星星现身上海机场，一家三口都穿着黑衣，满脸的幸福感。小家伙老是趴在老爸怀中，陈妍希戴着草帽秀雪白相间，走度假风，不时逗弄宝贝。一家三口坐在餐桌旁，陈妍希还拿着奶瓶给小家伙喂奶，画面温馨超有爱。从现场可见，陈妍希陈晓儿子胖嘟嘟很是可爱。据台湾媒体报道，陈妍希嫁陈晓后生下一子陈沐晨，已经七个月大，他也开始复出演艺圈，上小 S 主持的节目。同为辣妈一族，小 S 先放话女星生完体重要低于50以下才过关，还搬出体重计要陈妍希站上去，陈妍希抵死不从。小 S 为了制造节目爆点，还不惜自戳痛处。生了三个女儿的她向陈妍希开玩笑说，我觉得你想来跟我竞争一件事，就是你第一胎生了儿子。陈妍希先是一脸茫然，不知要竞争什么，之后听到关键字儿子，马上睁大眼说，我觉得生女儿非常好。小 S 再呛，生儿子整个人横着走是不是？陈妍希则当场扮螃蟹，很机智。虽然这是综艺效果，但是小 S 为了拼男却一连生三个女儿的新闻层出不穷，想必心里的压力只有自己知道吧。再加上姐姐大 S 有儿有女，这一番对比又强烈了。其实看节目会发现，小 S 确实是个特别好的女人呀，很顾家，只是偶尔开开玩笑，希望她能幸福。